今天佛的是老物件在卖，地摊主说如果是真的整条街买下来，你相信吗？那一定要买古董了。对，这你说可能是真的吗？这不用打，这还用打呀？我猜就是真的。这个钉子布要是真的，就这条街我都能买的了。所以我就不跟你这扯了，你知道吧？这要是真的，你有手电筒吗？我没有。当个灯光看看来。这还用看什么？还是哎呦，您这真是够学问的。他捡漏了，不得了。那个时候这天字罐他能捡着漏，对啊，10块钱买到咱们全世界卖掉的捡漏天字罐，全世界不超过咱们10个，就一个，我就有10个，有意思，9块钱没有，就要这种大事，这不难你的，这是指你的，这个全世界不超过10个天字罐，都在各大博物馆，这个他妈的这马未都弄了一个。然后还他妈的那个菜了，给你弄了，待会儿你还放出来，那这十个你放出去，你都看你了。所以这个，哎，不用看，你这怎么看它也是假的。我还，哎呦，我就有真的。这别，咱们不吹牛逼，你知道吧？吹牛逼，这个不好。说点实话，你说多好，对不对？假的多，真过少。那假的多呀，天字罐全世界不超过10个。嗯，你是不是他们家就有？那这不是吹牛逼呢吗？这个第11个。那这还是你吹呀？我没说我这是真的，你知道吧？咱们是有一说一，对不对？好真实。对，都真实了，真实了，有一个体验。不是，这杯子很精的，多钱一个？啊，这个你喜欢，10块钱。茶叶壶真的10块，这不是真，这是好看吗？不是，是真10块，不是9块，真的10块。泡茶的，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这个还有什么？还有10块钱。看我这个。这也别，您就别划了价了，不划价，看错了就不划价，不是，我就是你也不买，对不对，大哥？我说的是实话，对吧？你也说实话，我也说实话，对，喜欢。喜欢你不谈价钱，不谈价钱，不喜欢你跟他谈都没用。哎，你懂懂也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咱也甭劝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吧？都说这听人劝，吃饱饭。这都懂的，你不说都懂，你不说都懂啊。那边，隔壁。